一道料理是庆祝我最爱的季节，那就是螃蟹，螃蟹还有很多柑橘类的。你说你很讨厌那个喷枪，晶晶这时候拿出了喷枪，你怎么看这件事情？喷出来不好吃，我们就说拜拜了。对你今天的菜呢是腌制鹌鹑与葡萄，做个什么煎鸡胸牛排呢？太简单了，我觉得没有办法衬托出他们的技术，真的是有很多的挑战。30分钟真的很赶。